时间在睡意中，竟然经历我人生最可怕的一次登机，竟然没有买，就是从台湾飞维也纳的，只买了就是欧洲国内航班，它只剩下10分钟，你们的登机门就要关了。先生买，先生买，但你要用汇丰银行的卡，现在还有优惠是不是？对，我超傻眼的，那我。啊谢谢，我们的都在别的地，就是拖另外一边。没有行李。对，竟然在机场狂奔哎，好疯哦！你跟妈妈搭 China Airlines。对，我们搭 China Airlines， 你们搭 EVA。我姐姐。啊。最好的就是还好我们是跟妈妈。我们两个跟弟弟，对啊，耶，可以，好的了，谢谢长荣华航，对，长荣华航那个大哥哥大姐姐，你们这样讲吗？高明比较比我还小，大哥哥大姐，对，帅哥美女，帅哥美女们，感谢大家，我刚真的吓死了，现在还在虚脱中，只希望就是可以顺利上飞机，顺利全家团聚，对啊。欸、但还好是这三个哎，万一如果是什么小孩配小孩是要怎么样？哎，小孩配小孩是要怎么样？直接取消，哎、欸，小孩，哎、欸，真的，你讲的道理，小孩配小孩就直接取消了。对啊，还好都有各带一点小孩。各带。爷爷，我已经飞了十几个小时，快要到维也纳了。这样是什么？突然怎么爆啊？突然爆成这样，什么资格在那大吼大叫？一开始虽然是在边乱哭乱闹，但经由妈妈的无力镇压之后，他就睡着了，而且自己一个人睡一个位置睡了8小时，不错哟，就发疯哎。我现在在出境大厅等待，要等6小时才能去转黑山国内的飞机。欧洲现在飞机要等6小时才能机场，那我也那是在机场很早，什么都还没有开，所以现在先好，所以现在先派我老公先去探路，先去哪一个餐厅，我们要先坐个3小时，然后呢再去 check in， 再去呢奥地利航空的贵宾室坐，这样子转机了，从维也纳机场去黑山。然后这边呢，机场完全都没有什么人，全部都是要自己自助，没有办法有人工，有点麻烦，但是也蛮妙的。然后其实行李托运都要自己来，欧洲安检真的非常的麻烦哎。那连这个婴儿车上面所有东西都要拿下来，那还好我有多带一个这个购物袋，可以把这第一辆东西全部都要塞进去，然后你安检才会比较快，不然的话这东一个西一个很容易漏掉。我就看到现在他们。我们先带一个车先过，现在我们其他人都还在继续安检。欧洲内陆飞机真的是太难等了，从早上6点到现在足足等了7小时，本来讲说6小时，啊，已经很累，现在7小时继续等。来，姐姐来，赶快，宝贝。不知我觉得相当幽默，我刚进去，赶快，这怎么样？废墟哦，弟弟，是废墟吗？这个？来，怎么那么奇怪？还有个东西。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沙发床铺成这样，厉害吧？难怪爸爸要先给我们心理建设的时候不是很厉害。看来还好哎，哦，很大哦，可以啦 ，OK 啊。
欧洲那路非常非常怕行李不见，又带这么多小孩，所以呢，我就打包了这一个，就是上飞机的随身行李，就是我老公中这一个。然后里面呢，我跟你说，什么东西都要备一份。到欧洲呢，有一次就是有跟朋友来玩，然后行李不见了，就他人都已经结束旅程，回到美国，行李还在欧洲，非常可怕。最重要的东西你就一定要放在这边，像口罩，像充电电源，最重要是滴滴。我很爱这个白发，要绝非业配，是我真心喜爱。我每次带他出国都一定会带。这白发很厉害哦，它是一包一包的，但是呢，它就是里面加冷水一个小时，加热水十分钟，它就可以变成香 Q， 而且是好吃的白发，分量非常多。自己的裤子，还有两件衣服，就是说如果行李真的不见，我还有一些可以就是救命的东西。新冠一号快筛，按摩枪，带小孩出来一定要按摩枪，跟小孩的药真正超重要，这个是。抗生素，万一这两大卡皮箱托运不见了，你就还有一份这个安全保险备份。